大家好，今天来教大家如何快速升伐木技能。找无名村庄的王大锤，请他喝酒喝到饱。只是他会跟你说，他欠四娘2000块。我当然只能硬着头皮帮他付了。明明我跟四娘好感度也是满的，居然不打折。再回去找铁匠，不敢相信我们会帮他付钱。这时会拿到磨刀石，我一开始以为磨刀石是拿来磨武器，殊不知是增加伐木成长率。来去实验看看，先看一下我们目前经验是258，这次是不装备磨刀石，获取经验是+30。此时来装备看看，再来伐一次，哦，此时经验是90，哎，差超多了。以上是快速升伐木的小配方，我是小峰，我们下次见。